两天不想答应你的愿望。不要写，不要写功课。要灭掉才有算哦。老天爷要你写功课，敢吹？烧酒。你看，妹妹没有说不要写功课，她就一次就吹掉了。平常要帮她许是吗？许可心不要写功课。没有。妹妹没许愿，还真的吹熄了，更好笑。黑人问号，我怎么还会回来？你可以张开眼睛了。生日要发红蛋啊！生日啊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我全身在冒汗哎、欸，大家都很热情哎、欸。今天我生日晚会，好漂亮哦！谢谢，可以发红蛋，多拿几颗。小孩要吃香包菜。一宝，我准备生日惊喜给你，你眼睛闭起来。很重啊！你可以张开眼睛了。这什么意思？生日要发红蛋啊！你要把那个喜悦分享给大家。我没有。哎、欸。那我要怎么给他们？你就说今天我生日，请你吃红蛋。路人吗？对啊，路人啊。今天生日啊！对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谢谢。哇，好漂亮哦。要吃一点蛋吗？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可以拿红蛋了，我全身在冒汗嘞。大家都很热情哎。对啊，可以拿真的。多拿一些。谢谢，今天我生日晚会，好漂亮哦！谢谢，可以拿红蛋，多拿几颗。小孩要吃香包菜，再拿一个，可以可以。我也要，生日快乐！快乐快乐！太扯了，不够吧？耶！快乐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结束了，大家其实蛮开心的，而且大家好像也很开心。祝我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